人来到的地方是塞班岛。塞班岛位于太平洋西部，由于临近赤道，一年四季如夏，风景秀美，是世界著名的旅游胜地。身处塞班，背靠着直皮葱郁的山脉，透过两边的椰树展示出来的是迷人的海景，所以有身在塞班犹如置身天堂这样的讲法。可以满足游客所有需求的旅游地真的不多，塞班一定是其中之一。塞班拥有购物、观光活动等等一站式的体验。塞班岛上边今时今日仍然有好多二战时期遗留落嚟嘅遗址，都不失为具有历史意义嘅景点，值得一睇噶。最兴奋真系你，我肯定噶啦，你第一次啊嘛。系啊，同埋你 miss 咗之前两次啊嘛。系啊，啲伤心事唔好提啦。全民放轻松咧，呢个节目总系第三次嚟塞班岛啦，但系我系第一次嚟，我今次可以有机会嚟塞班咧，就一定要多谢你哋啦，带我过嚟。但我哋仲要多谢其他老友啊！咁好嘅旅程，一定要多谢我哋王朝假期同埋我哋塞班旅游局对我哋大力支持嘅。多谢晒！好啦，我哋而家呢个地方咧，左手边系西太平洋，右手边就系靓靓嘅珊瑚海高尔夫球场。我哋今次跨年塞班之旅就由呢个高尔夫球场开始啦，好吗？好啊，我哋一齐试下对住个太平洋挥下杆，好吗？将呢波打晒落海，好唔好？好技术啊！出发啦！珊瑚海高尔夫球场位于塞班岛南部海岸，从每一个球洞都可以观赏到浩瀚的海景、火红的凤凰木等等独特的西太平洋色彩。同时，它亦都是四大锦标赛球场当中最具挑战性的一个。八号洞是一个标准四杆洞，亦都是高尔夫球手所能够找到的最具难度的一个洞。第七洞和第十四洞呢，是对着大海开波，一定会给球手留下深刻印象。更加值得一提的是，经常会有高尔夫赛事活动呢在这里举行的。在澎湃的波涛声中开杆，无论是初学者定是球场老手，都能够在这里一享挥杆之乐。我对我第一次的西太平洋高尔夫之旅是有要求的，我希望呢就是一杆可以呢就将个波打到去对面的草地，中间要横跨这些礁石，我看看行不行先。是啊是啊，踩翻实，冇事冇事冇事发生。落海啊！可唔可以自己入去？我运动天赋比较出众，呢个好多人都知道，高尔夫自然不在话下啦。啊，我目标就喺度，好轻松。我一个优秀嘅高尔夫球手，准备出杆喺塞班挥出嘅第一杆，绝对一鸣惊人。打得起，打得起！我都要揾一揾，我都唔系好知个波飞去边啊！睇我着成咁几普，我唔知佢哋打成点，但我净系知道佢哋喺呢度吹咗好耐，即系吹牛啊！吹牛吹了很久。所以我要用实际打败他们。第一姿势一定好看，夹高个屁屁收腹。
但我覺得我頭先個姿勢係非常之一百分嘅，一夾嗰個 pat pat。我哋而家咧就已經準備去潛呢個塞班非常之有名嘅一個潛水嘅景點。南洞教练同我哋讲，我哋将会去潜到三十零米嘅位置。佢之所以咁迷人咧，系因为下边有山跟，真系好似迷宫咁样，所以咧就一定要有专业嘅教练咁嚟带住。仲有一个困难嘅地方咧，就系、是、你顺住我手指指过嗰边，系你一睇到嗰度先系南洞嘅入口位。然之后我哋要将所有嘅装备咧全部着晒起身，然之后行过去嗰个位置。再行樓梯級先至落到咧南洞潛水嘅呢一個落水嘅位置，潛山窿真係第一次，仲要係自己孭住裝備咁辛苦一個落，我相信對我哋嘅考驗體力方面咧都係一個幾大嘅考驗嚟嘅，希望今次順利啊！好啦，即刻提一提咧，細龜我嘅出發前嘅準備啦。穿戴氧气设备、固定配重喺腰间、测试呼吸管等等一系列嘅安全准备 ，OK， 全部 check 晒。细龟，我准备出发啦！我发觉未落去都已经湿晒啦。孭住个重重嘅氧气瓶，行喺陡峭嘅楼梯，哎呀，真系扯晒气啊！一家都唔知点行翻上嚟。哇！期待期待期待，你好似觉得落过到嚟嗰阵时身汗身汗。一見到呢個嗰陣時候，哇！乜都直曬，好期待。南洞外觀睇身咧，好似擘大嘴嘅海豚咁樣樣，內部咧其實係一個巨大嘅鐘乳洞嚟噶，係因為海水嘅侵蝕作用而形成嘅天然洞穴。沿住懸崖向下，潛水者咧就會嚟到一個巨大嘅地下洞穴。南洞以富有變化嘅地形以及超高透明度嘅海水咧，令到潛水一族得以一展身手，被譽為世界第一潛水聖地。經常會有嚟自世界各地嘅潛水愛好者咧慕名而來。對於嗰啲資深嘅深海潛水者嚟講啊，呢個將會一次無與倫比嘅深海體驗。南洞的地质是由珊瑚礁形成的石灰岩，它的神奇之处就在于石灰岩经过海水的长期侵蚀崩塌，形成一个深洞，光线从外海透入水道打入个洞入面，洞内就可以呈现出淡蓝色的光泽，真是相当之靓的。南洞入面仲有多种多样的水生植物和生物，海底的世界比陆地仲要精彩斑斓，难怪有人见完之后感叹，冇游过南洞都枉到塞班岛啊！真系相当之奇妙一个旅程，落到去嗰阵时候咧，原来系下面真系一个山窿咁嘅位置，我哋系潜到咗咧山窿下面大概系三十米左右嘅水深，你会见到咧，哇，各式各样嗰啲山窿入面嘅嗰啲地貌，好崎岖啊，真系会兜嚟兜去啊，跟然之后咧喺一条好窄好窄嘅地方咧，就唰一声过咗去，净系呢一个水底嘅。山窿南洞的这个地形地貌，我已经觉得这一铺的潜水已经是值，而且这些水质真的非常之好。我原来我阿妈真有时间数下百几级楼梯，孭翻住咁多嘢，孭咁多，小个身。哇！我真的，我唔系我自己点做到嘅。潜水最奇妙的地方就是每一次你潜完之后咧，就可以同自己讲：哇！我又一次征服世界啦！耶、yeah! ！